想要享乐享乐。八月十三到十六，圆山嗨内音响展。是 Focal 扬声器代理商音宝这边。那其实今天很谢谢来这边介绍我们今年力作 Sopra。那其实它本身 Sopra 的意思，它本身是一个在法语来说，它是一个女神，它是一个女神的一个意义。那我们本身针对于这个产品，它这个产品是介于我们顶级扬声器 Utopia 跟我们一千系列的一个价位带的一个商品。那它本身它是在针对于它的这次针对于它的单体三明治单体的部分，那还有它 Focal 最著名的皮高音。那其实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Focal， 它本身它从单体振膜到它整个箱体的部分都是在法国它本身产地原厂地做制造，百分之百制造，所以说针对于它的产品是百分之百的保证。针对于它有一个代表性的技术叫做 NIC， 那 NIC 的部分它是针对于它单体本身后面那个磁力的部分，当它在运作的时候去减少它的一些影响，然后让它表现出来的声音比较不会容易失真。但另外一个部分的技术是 TMD 的部分呢，它是针对于它旁边的那个旋边的部分去做一个改善。那改善的部分就是说让它整个单体让它在运动的时候减少它的变形，那它声音可以，这两个技术本身加起来会让那个声音可以减少50%的失真率。那另外一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改善的部分就是说针对于它的音箱，皮高音的部分它的音箱有做一个另外一个设计，那它是独立的音箱。那我们针对于这第三个技术就叫做 IHL， 那它本身它就是做一个号角式的一个箱体的制造。那针对于这个号角式的制作的话，那高音它在里面在运作的时候，它会针对于这个音箱去减少它一个整个的声音表现。那所以说这样的话整个形体的这样子一个的表现，它是算是我们 Focal 今年2015年最新力作的一个新产品 Sopra。 那今年我们在圆山，我们是在四楼 450A， 那欢迎各位消费者还有各位媒体先进都可以来参观它的首度，在算是在台湾首度曝光的一个机会。谢谢各位。